再把话少一点。但是我这把还是要单走，我不管他们怎么样，那个我还是要单走。我今天晚上一晚上的打法都单走，不好意思。虽然你们怀疑我，但是我还是要单走。没看懂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吃你了，我要吃你了。哎，单走。焦迪申请带队，科团，科团，我想跟你单聊一下。等一下。这就很尴尬。我是熊和熊怀一起复活在一起的啊，然后复活在一起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王大谋和团儿就过来了。好像是团手起刀落了熊怀，然后然后这个时候我听到马老师过来说要和团干什么，然后这个时候马老师也死了。那么什么问题呢？我是没有看到那个尸体的，我是踩到了那个尸体，专业杀手杀的。那么王大谋和团你们两个双了啊，是吧？反正我很确定，就是我看到团手起刀落了啊，过团。耶，别笑了团儿，这一波他踩我，别笑了。哎，我不是，喂，有声音吗？行啊，这一波包包的战术很好，他强行把我打成了一张就是那种就是已经要自爆的一个身份。我这一轮是一直一个人单走的，前期遇到的人好像是在那个上面遇到了三个，我不太记得清楚了。我是没有跟任何抱团的，然后走到中间了之后呢，又遇到了一群人，那么就应该是包包这一群人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走得很快，我并没有说去太记当初的一个人，好像看到了修可爱和包包还有王大谋。但是他这一轮直接，你这一轮直接踩我跟王大谋四郎，那目的是什么？我是直接走掉，你把我一个外走掉的人排成狼坑，那你是身边还有人吗？那我在这里的话，我不知道你旁边有没有人。那我在我这个视角，王大谋、包包、双狼他们两个要踩我一个，那也不对呀。那 死了两个人，他们两个踩我一个也不对呀。那只有可能就是他旁边有人。见面直接刀，不知道包包为什么要踩我，就不惜面杀。不，首先你想一下，王大谋包包妖得一修凯还加上一个我跟王大谋如果是狼，或者我跟包包是狼，或者为什么会刀两个人呢？为什么要当着一个人面刀呢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这一波我只能说我是路过，好吧？出王大谋和包包，任何一个人可以。我建议出包包，因为我觉得不出王大谋，因为他是最中间的，对吧？干嘛这个呗？对吧？这样合理吧？他估计我是觉得包包和王大谋是狼，王大对吧？然后包包说我和王大谋是狼，那王大谋他回谁是狼呢？包包和我是狼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出一个王大谋，没有任何问题吧 ？OK， 就这样过。OK， 完，你直接死踩包包我的心，要不这样？可以出大谋是吧？反正先出他呗，不出你先。我是跟西恩珊珊一起的，我们三人一起。听规标位。没办法，这一波算是配合失败了。因为先发言，这把我跟秀才跟珊珊互在一起的，然后呢，秀才哥跟团儿走了，然后我是在那个地方看到小文和珊珊在钓鱼那个位置，然后报警之前我们仨都是在一起的，就看后面怎么说。我只能说他。正好你们要什么双刀啊？这是共主发言，反正这把我是不在现场的，全程单走做任务的。看王大谋接不接受扛推呗。他如果接受扛推，我们就把他出了；他不接受扛推，就在包包跟团里面出一个过。我觉得王大谋这一轮他一定是一个好人，他一定会接受扛推的，因为他还是个交集嘛，对吧？我觉得王大谋的发言可以直接扛推啊，出王大谋。这一把我们是没办法盘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好，因为他一个人踩我们两个肯定是有利的。妈的，我上去，我在上面看的时候，我和包包还在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包包他把雕的一直接刀了，然后我想报警，但是看不到那个尸体，然后紧接着团哥又把修可爱杀了，那这个时候包包他抱着雕的一的尸体，那可以证明什么？他们两个是双狼，我接受扛推，好吧？但是推完我以后，重点怀疑一下这个团哥和包包，可以开饭啊，过。
都简单，王大毛，你扛推一下，等会儿我刀了包包，然后出名字探客团，是不是？饭堂集合，过了。没办法，盘的，因为三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三个人两个好，两个坏比肯定吃亏。好狠的玩法！哎呀，就不应该跟他站在一坨，我就应该去单走的。这太贴心了，我要给我送上门，算了。双刀又双不好，这是你。没有没有，接电话，不好意思。三三哥走，接了个电话。好了，发个码。秀才，你信不信我？秀才，阿弟，他不信我。OK。哎，一天也挺忙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现在人都这样呢？你看看，对不对？这个为什么就不怀疑包包和王大谋是双呢？我是为什么要怀疑我了？对不对？怀疑我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任何意义啊！哦，好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可以的，肯定是个好的呀。单走就一定是坏的吗？回收金钥匙。回收，单走就一定是坏的吗？这一轮他应该扛不住了，要出去了。阿祖，这个送手吧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不来开饭啊？就等着你呢，团儿，知道吧？包包都到了，怎么事儿啊？怎么没来啊？过了。我是警长，团儿。你慌不慌？过，全票打飞我是吧？全票打飞我是吧？那我只能跟你们说，这个人不是我杀的。我虽然是一个杀手，但这个人不是我杀的，你们心里有数了。你这把可以投我，留了一个很牛逼的中立，好吧？不知道是什么中立，反正 CD 肯定比我快，要不就是鸽子，要不就是那个，对吧？要不就是秃鹰杀的，反正我这把专业杀手，我杀的是没有那个的，没有尸的。你就看你要怎么样，你就看你这一把是想先出中，还是先想出我，让中立赢。我 OK， 我这次爆，我这一轮是没有杀先的，好吧？如果你们看到是有尸体，那么就秃鹰在，那么刚刚这一波三人发言，鸽子在，那怎么办？把我投出去，还有两个中立，你怎么办？你慌不慌？警长，你慌不慌？可以投我，不，自己选择。我想问发言。我听过票位，但是我应该是投团的了。我已经走到那个地方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只能爆了。然后旭仔哥就拍了尸体，我只能爆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只有这种一种逻辑了。过。好，猪猪侦探现在这个先肯定不是我杀的呀，我没杀呀。刚才跟包包的对话我偷听了，他俩都是好人啊。然后团说自己没杀人，那个能刀人的中立是谁呢？三三刚才那个开麦，我觉得他是鸽子。对呀、啊，能刀人的那个秃鹰就是小温过。对呀、啊，那这种情况还能出我一个专业杀手？你说对不对？你是那个猎鹰，因为我不是鸽子，我就是一只大白鹅。如果你们把我当鸽子的、包包你可以来找我，这把好人反正赢不了了，赢好人游击，这把先出团结好吧。就一个中立了嘛，最多就一个中立了。你凭什么知道呢？我说因为我不是鸽子，最多一个中立了，然后游戏还是能结束了。投三三，他们肯定会投三三。好，看你们怎么赢。等一下，秃鹰要把他杀完，我跟你说，不信我跟你说，他们绝对输。我对话名侦探柯团，对话名侦探柯团。啊！你为何下手如此之重？我刚见面，你不惜就是面刀就一刀把我带走了。师傅，我必须要解释一下、啊、就是因为王大谋他先杀了一个、啊、然后包包他已经在旁边准备报警了、这个时候你过来了、我不刀也得刀了。哦，是这样子是吧？哦，
对，我不是说要了，好的好的，他先开了个刀，好的好的好的，然后那个鸡腿都已经摆在门口了，好的，我必须要把你们两个随便谁刀一个了，啊行，这个解释还是能接受的，我肯定要刀了，嗯，确实是的，因为里面有一句是，不然我真不会刀你的，行，这个能接受。包包直接当着我的面把秀才哥直接刀了，你没得洗了，包包就是你了，直接同他游戏结束了，他直接当着我的面，在喷泉地方，我刚遇到他们，直接手起刀落，直接把秀才哥给刀了。刁德一是警长，还好刀了他。刀了个人，如果不刀他的话，他肯定要把我盘出来，然后一枪把我崩掉。面刀，这一波说实话刀的很好。猪猪公主发言，你踩我踩不动呀，你踩我呀，你踩我，珊珊可能分不清咱俩谁是刀人的那个。你这包包怎么踩得动呢？过。什么叫我分不清？我知道秀才哥是加拿大鹅，我有什么分不清的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怀疑我是鸽子，那你等等看我是不是鸽子嘛？朱小红，主要是没办法那种情况了，我也被迫。但是结局是好的，结局是刀了一个警长，挺好的。打狼，小问你在说什么？我。早知道是不是警长，我刚刚就穿警长的身份了。哎呀，我不能穿警长的身份。没办法，我是加拿大鹅啊！我真的。然后刚好包包在看到了，你知道，我只能踩包包。我看看。你看我，你看看。我看看。你不是个你不信哥的。真的是，你们都不信任我是最夸张的。我以为你忘记关麦了，就。没有说，哎呀，送上门，开饭送上门，鸽子直接抹油。是外卖，不是是快递、啊。接了个电话。刁德一连续三把没发言，很急，不高不富，高不富。就很棒。